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象，我要来了。我父亲在愁我们这里的茶面，不知道你们那里过年愁不愁茶面？我们这里愁茶面，愁好多。这是过年的时间，早上起来不想做饭的时候，做点茶面，配上榛蘑，这样就吃上一顿，省劲一点。大家离开我父亲怎么样抽茶米，和你们那里的一不一样？炒好了，准备到那个案板上。看，我父亲也是残疾，他走路比我长强一点。就你70多的人了，也是不方便。好，今天视频咱们就拍这个制作炒面的过程。喜欢我视频的友友，帮我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谢谢大家对我一路的支持与关爱。我会做出更优质的视频来回馈给大家。谢谢，我们明天再见。